2S 哦。Mavic Pro 第一代、哦，就是第一台可以折叠的那一台。这台好大台。这是三吧？对，其实也三台。三 Pro。哇 ，mini 啊！我要去拿一下。249克的重量，它就是天线，因为天线拿就变欧式吧。看来是假的。哦，你要升级这个、啊？旧的那是。嘿。变大台了。老用户哎。差了三台。还是很好用，对啊，还是很好用，还能用飞鱼。